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在中原路八里街交叉口路东200米，这边一个饭店吃饭，这是家新开的店啊，张记鲜汤羊杂，试营业期间。老板有啥吃了？咱这儿啊，就这羊杂汤啊，赵记羊杂汤，中羊杂汤，羊肉烩菜，就是特色，但是没啥小菜，就几个经典菜。一个凉拌羊胆，热拌羊胆，凉拌羊肚。哦。现在新店儿，但是羊杂汤是非常最有特色的。这区别，你们平时吃羊杂汤，你们平时吃羊杂汤就是心肝儿肺。啊。经典，羊肚、羊肠、羊脸儿，你可以品尝一下。辣椒油是秘制的，这调料都真棒。灵魂辣椒油，羊杂汤那灵魂一个经典。啊。大锅熬制，没有科技跟狠火锅，绝对没有科技与狠火啊！那从良心中慢慢中尝尝呗，尝尝一会儿。要了这个一份热拌羊包啊，弄了不恼，这一份是凉拌羊肚，这味儿可以。在咱们这个店里面啊，又要了一份这个腰子，这个。20块钱，一份这个羊杂汤20，写实惠，弄了不恼。听老板推荐啊，又要了这个2个羊脑，加上这个外腰，15块钱。哎呀，这个味道非常好。再听这个老板推荐了，弄了一份20的这个羊杂汤，非常的货真价实啊，都是硬货，配上这个一吃都完美了。这慢慢一玩真实惠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现在中午1点钟了，朋友们回家来了，才吃中午饭，跟秀丽呢这个聊了一中午，现在呢在做饭。中午炖了一个鸡啊，放了点土豆，再炒个青菜，再整个紫菜蛋汤。这个老同学来了啊，跟着这个王总吃吧吃吧，饿回了，味儿不错。你看这个秀丽厨艺又长进，豆芽炒青菜，还有家常便饭，入味儿的这个鸡块，辛苦了领导，辛苦了。坐那儿吃点不？我吃了。那是12年，这不正好10年了。是。不开水果店到现在都10年了。你想，你说有几个10年？黄快都一两年了。是吧？我想想，满14岁吧。你不吃点了？我不吃，我吃饱了。弄了不恼。赵总夸你了，赵总，你认他不就了？不认得。他还我认得。啊。在浴场里干活都认识是不？是在浴场了吗？是我忘了。叫名叫啥了？反正认得。啊。这个是啥？咱这个木庄的赵总。咱那时候不到那个。村头村尾的都。公园是吧？啊。那他知道。我知道。再吃个馍不吃了，好了，不吃了，肉吃了吧，吃饱了。哎呀，还是这个家做了出来的这个菜香，是吧？对，领导摆这个脸爪搁哪哈？啊？我不乖乖给你笑脸啊，我要双手欢迎你。弄的菜不恼了这会儿，哎呀，感觉没有昨天帅了呢。昨天他们做了保姆，今天做了个。兄弟们，下班到家了啊！今天发工资了，今天勇哥发工资了，买了个炸鸡。烤鸭没了，要了个烤鸡，18块钱，炸了点串，要了个鸡排。今天发工资了，庆祝一下。安排这个二强吃一点，喝一点，俩人这个买了这个2斤酒，2斤黄酒。2斤啤酒，
今天晚上把他干掉了啊。是那个啊，他工资了，他知道，他知道买点东西是那个哈、啊。哎呀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发工资了，就得安排你明明白白的，靠几列上。一个小年轻做的，去年都买他的，今年又买他，特别会做生意哈，知道给送瓶饮料喝，炸的什么今天炸的什么好吃的，面你，5块钱两串，小伙子卖的很便宜哈，很是那个个儿。他买的鸡排是啥？鸡排。鸡排。骨肉相连，他这个卖的是5块钱三串，卖的特别便宜哈，小子会做生意啊啊。给你们看一下哈，今天晚上肉是冻的，全是肉，丰盛吗？啊，烧鸡，啊、那个看不到，你看那后面全是肉的，后面全是肉，好，列吧，啊，走，6块钱的，在饭店卖7块是吧？这个，啊，行吧，8块吧，啊，6块，在超市买的6块钱，有那个18的，高端一点我没有买，感觉太贵了，18块还是不舍得。2瓶就要36了啊！看一下这个酒啊，好香啊！打工就是这生活啊！你们喜欢这样吃吗？先撸一口串吧，饿坏了。下午4点半吃的饭，到现在晚上11点半了，来，来，吃尾巴。是，好喝。嗯，感谢勇哥晚上的夜宵啊。嗯，这晚来一会儿我都睡着了都。嗯，他明天他8点钟上班，7点钟起床。我好几天没喝了，今天喝一点吧。再说是我发工资了，如果是休息的话，我就带他去饭店吃一顿。行，这比饭店吃的好。嗯。这个是烤鸡，18块钱的烤鸡，啊、嗯，感觉太小了。本来买烤鸭的，23块钱的烤鸭，啊、嗯，鸡腿尝一下，嗯，不错嘛，烤出来的好吃。他说比鸭子好吃，三会挺吧，面筋吧，2块5毛钱一串的面筋，这么大。鸡排特别好吃，10块钱一个，比馒头好吃。这个东西，来吧，正式开始吧，干了啊！第二杯又开始了。这个喝了不醉，就是头稍微重一点，它的酒精度比较低，38度，12度，12度，38度，38度都是备酒了，连串吧，趁热吃。我一般晚上1-2点钟才睡觉了，吃完了打打游戏，不然的话吃完就睡，肯定胃受不了的。今天这个晚餐吃的非常的奥利给，没毛病。嗯，勇哥还是很地道啊。